啦啦啦啦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Hello, kid. 消防车突然肚子饿了，刚好路过一家冰淇淋店，于是他就开了过去。哇塞，这冰淇淋可真大呀！糟糕，店里的冰淇淋已经卖完了。No！ 就在这时，从店里扔出了一张图纸。哦，车车们打开看了一下。Look at this！ 原来这是一张冰淇淋的路线图。太好了，冰淇淋有着落了。Okay，let's go！ 马上出发。耶！根据图示，车车们到达指定地点。Look， 快看，冰淇淋就在那里。Look at that， 看上去可美味了。Wow， it looks so delicious。Let's go。翻斗车迫不及待地跳上来了，连上三个台阶，来到了彩虹滑梯上。All right， come here。Okay。其他四辆车车也一起跳上来了。一步一个脚印，很快他们也来到了滑梯上。 It's so cool。 One， 一， two， 二， three， 三， four， 四， five， 五，刚报完数， Let's go， 拖拉机就出发了。 OK， 只见他小心翼翼地行驶着，飞出滑梯后顺利拿下第一个冰淇淋。送货车也出发了。加油，相信你也可以做到的哦。耶，太好了，紫色冰淇淋也到手了。就在这时，翻斗车开下来了。Are you ready？ 它沿着黄色滑梯行驶着，纵身一跃拿下冰淇淋，一头扎进彩色球堆里。消防车出发了。好运，只见它在滑梯上稳稳地行驶着，轻轻一跳顺利拿下冰淇淋，消失在球堆里。小巴车压轴登场了。 Let's go！ 他迈着稳健的步伐出发了，冲出滑梯，拿下冰淇淋，落入彩色球堆。很快，车车们带着冰淇淋跳出来了。Yahoo！ 手舞足蹈的开心极了。拜拜，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啊。See you.